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暑假一共出了多少套禁区，应该有六组了吧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今天又给大家带欧气了。没错，前次不是单点出了奥特曼，然后在反转皮肤时我又单点出了黑猫套装。有时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，这次抽最新的暗影族裔，我的运气又还可以，感觉抽起来真的跟托一样。看一下当时的画面，说实话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套，结果单抽第二发就出了，不知道待会又有多少人看完要去开游戏了，然后再骂骂咧咧的回来留言。衣服到时候先搭配一下，全身黑看着就很合适，我们再去实战看看上身效果。上身效果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最后说一句，新皮肤随时有，大家量力而行。